团队的配合是在于说每一个人你是否愿意把自己应该做的本分工作呢给他做好。那每一个人都说，哎，我能够融入团队了，我在团队里面呢我做出了一些贡献了。是，每一个人在团队里面都扮演着他自己本身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但是关键就在于说，当我们扮演这个角色，我们被委派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把它做好，我们有没有尽自己的能力在指定的时间里把这个任务呢给它完完全全彻底的做到最完美为止。有很多人在团队里头呢是被踢一脚才动一下，那这样子的人在团队里面呢，他不只是会成为团队里面大家彼此会相对的指责对方，而可能呢也会造成团队的一个绊脚石。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团队里头需要人家叫才去执行那份工作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可能在团队里面呢就无法做到自动自发的一个做法，而因此呢也会导致到大家都因为这个人而卡在那一边，无法去把应该要完成的工作呢顺利的去完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假设今天我们在团队里头，我们必须首先要去明白了我们的工作职责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被委派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按部就班的把它完成，也必须要知道说这一个工作在完成的当额呢，我们有没有细分了解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到底要如何把这块工作呢做到最好为止。有很多人他们在工作的当额呢，他们往往只有个概念，哦，我把工作做完就行了。各位啊，今天你要把工作做完还是要把工作做好呢？其实不只要把工作做完做好啊，更加要把工作做得对啊。要不然的话呢，那份工作完成了，那份工作做完了之后呢，大家一检查发现到错误百出啊，这样子的话也在成本效应来说呢，就会导致到成本可能要加倍，时间啊金钱啊精力啊等等呢都是一个成本来的。而且呢当你做错了事情之后呢，所产生回来的后遗症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加上名声可能也会因此而受到损害。所以今天呢我们被委派一份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要把那件事情只是去完成而已，我们必须要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重新再检查我们所做的东西呢是否有去完成。假设今天我们只是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东西基本上在团队里头呢，我想做的这个东西呢并不是我这么喜欢这么愿意去做的。那么好了，假设如果你真的不是那么喜欢在这个团队里面去付出的话呢，有两个选择给我们的。第一个选择呢，那就是离开这个团队吧，啊，不要在这个团队里面呢成为团队里面的绊脚石。第二个呢怎么样去做呢，就是在团队里面如果这份工作这份苦差你觉得是苦差并不是你最喜欢做的，那么你调整一下心情吧，让你自己本身先热爱这一份任务，先喜欢上你应该做的事情，调整自己的心情，以便事情能够获得改变。我们都必须要去明白，任何委派我们所做的任务或者是一些工作呢，它未必是很有趣的，它未必是我们喜欢的，但是如果是为了团队的利益，为了一个组织的发展，那我们这一个委派的任务呢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好自己本身的角色，以便我们这个团队能够迈向一个我们所设定下来的目标，或者迈向一个大成功。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绝对不能够说因为个人本身的理由啊，而导致到工作呢一直迟迟未去进展，早知道呢我们这个程序呢无法前进，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所以呢在团队的每一位我们都必须要去非常了解的，我们今天在团队里头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如何在一个团队里面贡献，我们必须要清楚以及明白我们自己本身的职责，不要到了我们把事情做错了，或者没把事情在指定的时间完成，然后呢当别人在催促我们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别人给我们压力了，那这样子的做法呢是绝对不对的。所以从今天开始，在经营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要履行好自己的责任，把自己做得最好，贡献给团队，让团队迈向另一个高峰。